大家好，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谁是你的邻舍。有位夫子，他对教学生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学生问说，谁是我的邻舍呢？那夫子打了一个比方，他说有一个人被强盗打伤躺在路边，然后路人甲呢就从旁边走过去了，然后路人乙呢也从旁边走过去，都没有停下来看他，唯有路人丙停下来帮他医治，然后呢帮他抹膏药，然后送他进旅馆，然后吩咐旅馆说会帮他付钱。那谁是那个受伤的那个人的邻舍呢？当然是路人丙，因为路人丙看到路人看到有个人他受伤了，就是被强盗抢劫的那个人，他就发动了他的慈心，他就有他的慈悲的心，他就把那个受伤的人，被打劫昏迷的人送到旅馆，然后帮他医治。所以为什么这个夫子会这样子比喻？我们在我们的一般人的认知里面，邻舍就是我的周围的邻舍，就是我的邻居，就是我的邻舍。其实邻舍真正的定义不是周围的邻居，邻舍真正的定义是一个我们要有一个地球村的概念，就是说谁需要我们的帮助，谁需要我们伸出援手，我们在我们周围当中，我们可以帮助谁，我们可以帮助的人都是我们的邻舍，就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都是我们的邻舍。所以当我们有这个地球村的概念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好。我们不是只是顾到我们自己，因为你要知道，像现在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气候越来越热，我们的气候，我们的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，所以我们的生活环境会越来越差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个人都只是顾到自己的利益，每个人都只是想要我今天我自己好就好了。所以当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邻舍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每个需要我们帮助的人都是我们的邻舍，这是非常一个重要的概念。包括我们在生活在地球上的这些小动物，它们都是需要帮助的。当我们的地球环境，我们的地球污染越来越严重的时候，这些小动物它们的生存空间都会没有的，它们都会无法生存。所以当地球的物种越来越少的时候，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伤害。所以不要觉得说邻舍只是你家的邻居，邻舍就是所有需要你帮助的人。那最近有一些人，他们专门骗钱，他们用人的善良来骗钱，所以我们也要小心，不要被这些恶意的人所欺骗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智慧，上帝祝福你。